说不温思怎会做人，爸爸很紧张地说不准穿短裤热裙，妈妈天天愤怒说少女要留宿，那我已凝望呢一份晚节又他接近，多不中思般暖热偏偏很有味道，枕边的痴心闪烁半半都使我入神，不清楚恋爱时我却有好奇心，然而常常像多番人人人未观下真残忍，每次我算我不满专长的也无罪过，其次换我不对太自无牌不公，反应却爆气水过人的屈辱没了光，成年人常令我烦恼，然而常常像多番人，人人被观看真难忍。